風池呢個位咧就係位於個頸後面啦。咁如果你留意到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咧有兩個位咧凹咗落去嘅。咁呢兩個位咧係對稱嘅，係啦，凹咗落去嗰個位咧就叫做風池穴。如果更加精準少少嘅就係咧，喺個枕骨之下，枕骨你會見到個骨一直向下嘅時候咧，喺個邊緣嗰度咧，嗰個位咧就係叫做風池。咁自己可以撳嘅，可以用個食指嘅關節啦，亦都可以用個手啦去捽佢嘅。咁如果你覺得好痛嘅時候咧，證明呢度咧係塞咗啦。通常有呢種情況嘅人咧，會覺得個隻眼啊會好攰啊、頭痛啊、記性唔好啊，甚至乎會影響脾氣啊咁樣嘅。咁啊撳嘅時候咧，咁你可以先試一試個力度先啦。咁啊先細細力，咁啊然之後你覺得 OK 嘅，咁啊再加大力度啦。嚴重嘅話一掂落去咧就會痛噶啦。呢種情況咧好常見嘅，即時見效。所以鋭完之後咧，你會覺得個人好似熱咗嘅，係啦。點解要熱？因為你受咗寒之後咧，你點樣去驅寒啊？需要熱。所以中醫講寒者熱之就係咁樣啦。而你按摩嘅時候咧，就係令到嗰啲氣血都疏通。一疏通嘅時候咧，嗰個熱量咧就會出嚟。個熱量出嚟嘅時候，先可以逼咗裡面嗰啲寒氣出去啊嘛。所以你覺得受寒啦、肩頸痛啦、流鼻水啊，流鼻水得嘅喎。所以千祈唔好以為流鼻水就係咩病毒感染啊、細菌啊。中醫不是这样看的，中醫醫感冒不是用細菌，而是去醫風、醫寒。